元帅又拿回来，看看这边，两边一上场之后呢，还没有进球，好球啊！林志杰一直要位，元帅这边跟得比较紧，林志杰后撤步中距离，普。刘少宝这边呢，在上赛季是遭遇了一个长时间的伤病啊，在回归之后状态还不错。看看内线，苏若愚又把球攻进，这球面对的是刘冠岑的防守，掩护再交给博洛，博洛呀，真是吃不进去啊。